四個旅客禮拜三喺觀塘一間派對房間被劫，大約20萬，警方拉咗3個男人。觀塘警區刑事部經調查，禮拜三同禮拜四喺荃灣同葵青區以涉嫌搶劫拉咗3個28歲至30歲嘅男人。事發喺禮拜三清晨大約6點，四個內地同台灣男人喺觀塘工業中心一期一間派對房間聚會嘅時候，俾大約10個男人闖入，用刀指向同用膠條襲擊。其中一個人被迫透過網上理財轉賬11萬，其他人就被劫去大約9萬元財物。消息指遇劫其中一個男人同一個施襲者認識，由對方介紹去到派對房間消遣。